喂，高院长。喂，跟徐医生见面谈的怎么样啊？和好了吧？和好？我们刚认识，他只是给我看了一个小时的病。哦，你们两个不是恋爱关系啊？哎呦，怪我啊，道听途说了。啊，没关系，院长，您关心徐大夫的生活，我可以理解。可是小关，我还是觉得你们两个非常般配呀。 如果你们能细水长流的多接触几次，你们就会发现对方更多的优点。哎，小关，那个徐医生刚才跟我说，他让我给你打个电话，约你再见一面。还要再见一面？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问了他怎么也不肯说，搞得挺神秘的。 那行，那我就待会儿把时间地址我就发给你啊，到时候你就跟他见面详谈啊。哎哎哎，哦，喂。接下来没有夜班，没有会诊，也没有手术，巡房也搞定了，咱们俩整顿火锅去。 今天不行，后天三零五床做手术，我得研究一下手术方案。家属同意了？啊，毕竟是他们的父亲，骨肉至亲，那是一条生命，哪能说断就断？我还真以为他们撒手不管了呢。去不去？清风啊，哎，啊，高院长，哎，好，清风。 是有名的零差评调解员，可真没想到一去老关家，真对不住您。回头我找老关再谈谈。不必，群众给差评我认，肯定是工作没到位。我一定想办法弥补。要什么？啊，这个。 30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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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吧？既然不满意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调解，直至您满意，把你们家的矛盾消灭掉。你们家才有矛盾，你们家当然有矛盾了。我都懒得理你，你懒得理我不行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严红军啊，欢迎您。哎呦，宝，回头我找你算账。哎，宝，宝。怎么着？来，这撞哪儿了？这是我对不起啊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，来，慢点，千万别着急。哎，对不起，您这怎么开的？您这是？对不起，不怨他，我自己不小心窜出来的，不怪你啊，没事，你这碰上好人了，没事，有事说啊，来，说啊，慢点，右腿吃劲，对，上医院啊，行，你回去吧，慢一点啊。哎，左腿别吃劲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像你这个情况，最好就是卧床，不能随便走动。事儿爸，你听我的，我背着你来啊。哎呦，你别开玩笑，你都多大年纪了？什么叫开玩笑啊？我这老当益壮，那个背我儿子更没问题了。来，别，爸，你哪背得动我？你听我的，来吧，儿子，来，听我。慢慢走嘛，你走，来，让我自己慢慢挪过去。不行，乖，听我，乖啊，宝。哎，你注意安全啊！哎，没问题，走。
哎呀，你看看，哎呀，好，还行吧？哎，爸还真行。世上只有爸爸，有爸的孩子像块宝。儿子。 坐好了，把螃蟹来了啊！得嘞！哎，哎，走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呦，宝！哎呦，哎，来了！不是不相亲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听说你对我上次的看诊很不满意，我是来复诊的。什么看诊不满意？我说的哪个症状不准确？ 高院长跟你说的吧？对呀、啊。他那是用心良苦啊。没这回事啊。怎么办呀？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这次相亲再不成，他应该会死心了吧？同意。那就算达成共识了，还像上次一样，一个小时以后分开。好啊，就在这儿吃吧，网红餐厅。好。 女士，女士，这情侣套餐是我们餐厅的特色，除了这五大精选的菜系之外呢，还有就是浓情蜜意甜点，但是这个甜点是不可以单点的。听说你们家这个甜点是一个网红款，对吧？哦，对的，对的。但是我们家这个甜点呢，都是要提前两天才能预约的。但是两位特别幸运，今天呢有一位客人他临时改约了，所以两位要不尝试一下？就来两份单人套餐吧。 同意。好，稍等。哎呀，这骨头汤行了吧？都一个多钟头了。哎呦，还得十几分钟呢，再炖会儿，再炖。 边吃肉边看那个，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看你手机啊，实在太明显了。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画面。我已经吃饱了。哦，我也吃好了。时间到了，我们也该就此结束了。我去买单。哦，对了，高院长那儿麻烦你跟他讲。 我们不合适，这样以后就不用再相亲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说你也太不照顾我的面子了吧！我毕竟是女生，就是你刚才那些话应该我来说吧？对不起，确实是我的问题，但我真的不考虑恋爱和结婚。干嘛？是爱情受过伤，还是对爱情绝望了？都不是，因为恋爱和结婚在我这儿不可能有结果。再说了。 我还有那么多病人和手术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。真是个好医生啊！行，我知道了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你送的这个包很实用，谢谢你。喜欢就好。以后身体有什么不舒服，需要寻医问诊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但站在一个医生的角度，我希望你可以永远不用找我。 希望如此吧。再见。再见。
什么？你不结婚了？爸，刚才您这么一路背我，我真的太幸福了。我怎么能让这么好的爸爸为我操心呢？关雨行总说我恨铁不成钢，但他有没有想过，铁本来就成不了钢啊？我就这材料，我认了。但是我唯一害怕的就是，我给人当了上门女婿，我伤您的心了，我。所以我决定了，房子我不要了，婚我也不结了，我跟妹妹分手。啊？你跟贝贝都谈婚论嫁了，怎么能说分手就分手呢？我绝对不同意。妈，我就是孤独一生的命，没有了贝贝，我这辈子我也就死心了，我谁我也不要了，我不结婚这家里就清静了。我振雷，又唱什么戏呢？行了，你就别装了，行吗？我还不了解你，表面心连心，背后在玩脑筋，想干嘛说？关雨晴。我都这么难受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是嫌我难受的姿势不够诚恳吗？雨晴，横竖一条，他是你亲弟弟，你是他亲姐，他的事儿你必须得管。爸，我还怎么管啊？从小到大我管的还少啊？每次都是这样，他出去打架是我没看好他，他考试不及格就是因为我没有辅导好，他早恋是因为我听歌把他带坏了。为什么总在关振雷的问题上，到最后都变成了我的责任啊？你这个当姐姐的不为亲弟弟负责，拿我这个当爹的为他负责。他现在跟女朋友婚都结不成了，要分手了，这腿都撞伤了，你到现在还撒手不管。那我就下最后通牒了。什么最后通牒啊？你搬走，这两个卧室我打通了，给宝当婚房。老关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房子可是人家雨晴买的，你让谁搬呢？哎呀，爸，我有什么资格让人搬呢？我都说了，这婚我不结了。哎呀，不行，这个婚咱必须结。老关，爸，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一家人没道理可讲，讲的是亲情。你现在在外边威风惯了，回到家你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。你，爸，我就问你。你生女儿就是为了养儿子，是不是？女儿的存在就是为了补贴儿子吗？儿子再窝囊都是宝，女儿再优秀，她就是草。只要她想要钱，一开口怎么都可以。我只要不拿钱回来啊，我就是冷漠、不孝、忘恩负义、没有人情味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你简直混账！干嘛听雨晴说？今天我妈在这儿，我还是想说，我大姐亲妈去世，你含辛茹苦地对她，你是个好父亲。可自从我和振雷出生，你就全变了，你眼里只有儿子，我什么都不是。你看你把振雷惯的，好吃懒做，什么苦都不能吃，啃老啃得心安理得的。我们俩谁是混账？他是，我不是。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你爸爸，不怕，不怕啊！对，宝，不怕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搬还是不搬？你不搬，我帮你搬。我搬，不劳您费劲。我上次都已经说了，我可以搬出去，我现在就走。哎，雨晴。你别走，你爸这是急的，你坐下来跟你爸好好商量好吗？这个家哪还有我的位置啊？好好照顾自己啊。老关，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呀？你赶快把雨晴给我叫回来，快点。没事吧？哎呦，我这腿啊，全怪我这腿啊，怪我呀！哎呦，别打呀你呀！等会儿，你装吧你！还是这儿啊？啊，是这儿吗？快去呀！哎呦，你不去追雨晴啊你？站着，我哪有？追什么雨晴？哎呦，哎呀，讨厌！谢谢，谢谢。你说我爸的情绪都那样了。我要再僵持下去，再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？
所以我只能做陪长。你家那本金啊，哎呀，是真够难念的。我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妈要三婚啊，三婚，哎呀，姐我单身20年了啊，人老人家极度喜洋红，你说你服不服？人一个德高望重的内科老主任，哎，人家感情生活十分的丰富啊，打得我是措手不及。这会儿召唤我回去呢，让我啊去伺候他跟我三爸。人孩子呀都是啃老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那是被啃小。飞机都是逆风起飞，可能我们天生注定就是逆风而上吧。我经常在想，我爸和关振雷就是老天爷派来折磨我、考验我的逆流。别笑，反正我明天啊搬到宿舍去。啊？搬宿舍干嘛呀？那做饭洗衣服多不方便啊。哎，我妈在燕西专家公寓那儿有套房还空着呢，要不你搬去呗。那就当帮我守房子啦，不许拒绝啊。哎，还是姐妹靠谱啊。那当然，嘿，谢谢了。今天晚上啊就在酒店啊暂时住一下，明天吧我们就找一个免费的劳动力帮你把东西搬过来，怎么样？徐阿姨你干嘛呢？吓我一跳。你干嘛呢？您这么大岁数钻起来怎么办？小点声，小点声，我儿子正在睡觉呢。自从有了这个鸟窝，每天这小鸟叽叽喳喳叽叽喳就叫个不停。我儿子这卧室啊离得太近了，你们知道他是卖货的，找房的特别辛苦，他根本没法休息，他休息不好啊。你理解理解，你就没管我呀，怎么办？他说我不管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徐阿姨，您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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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帮您搬，帮您搬，帮您搬，来，归你们管了，管管管，本来就应该归你们。是是是，慢点慢点。已经启动了，我住专家公寓来回去医院方便啊。哦哦，那这样妈妈给你送饭。千万别，妈，我们医院新来了一位主管的副院长，您老往医院跑这不影响不好吗？我想给人留个好印象呢。哎妈，我开车不能打电话了，我挂了。喂喂，这孩子，雨晴来信息了，说让同事一会儿过来帮他搬行李。你让他搬，永远别回家。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她是咱们女儿，她又不是仇人，你干嘛这态度啊？她把咱们当仇人呢，我让她帮弟弟一忙，你看她这架势，这是要跟老关家断绝关系，她这是怎么着？哦，这年头能赚钱有本事他就可以六亲不认的。他雨晴想让振雷学会独立，这没错啊，哪有你这样当父亲的呀？
非得逼着姐姐出钱给弟弟买婚房。我这一直给他看着对象啊，我是希望他过得好，怎么着？到了我都落了一个偏心，我生孩子有什么用啊？我来了，来了。哟，您是？请问是刘阿姨和关叔叔家吧？啊，是是是，进来吧。哎，好，进来吧。您是？哦，阿姨，关叔叔，我叫孙小白，我是关机长的同事，今天是来帮他搬家的。你是关机长的同事啊？是，叔叔。你才多大呀？什么职务？叔叔，我叫孙小白，身高185，年龄28岁，岗位是副驾驶，飞行驾龄有4年了。我未婚，单身，计划2年内结婚。我说，你是搬家来了还是相亲来了？关机长真够可以的，弄一同事来，连他爸的面都不想见。不是的，叔叔，关机长今天要给新的学员上课，实在是没时间来。这不，我就带他来了。关机长东西还没收拾好呢，啊，等过两天。没事，叔叔。我请了一家非常专业的搬家公司，打包装箱，一条龙服务，你们什么都不用做。阿姨，关机长的房间在哪？那个，在里面，我带你去。别动！阿姨，关机长交代了。千万不能让你妈妈劳动，要是让关机长知道了，肯定饶不了我。阿姨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好吧，辛苦了。哎，怎么，这椅子也搬走啊？阿姨，领导说了，一件都不能剩。撤。叔叔，我走了。阿姨，我走了。
谢妈，大妈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回我这条腿伤的值。我二姐都搬出去住了好几天了，这回这事儿铁定稳了。而且我爸说了，把两间卧室直接打通，给我跟贝贝当婚房，小四是平的。我就说吧，你二姐弄个房子那是分分钟的事儿。不过呀，现在有些父母嘴上不说，其实心里是不愿意照顾小的的哈。嫌辛苦呗。哎，蕾蕾，你爸妈岁数不小了吧？反正我爸妈不会，他们可乐意照顾我们了。而且老两口现在身体也挺好，以后那个家务活什么的肯定全揽。未来我要是跟贝贝生了孩子，那他们孩子也能带。反正我一定要让贝贝过上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好日子。你说我们俩对你好不好？那还用说吗？对我跟对亲儿子一样样的呀。你瞧，你蕾蕾全明白。蕾蕾是这样啊，我们呢不是不相信你爸妈呢照顾不好贝贝。哎呀，毕竟啊，他们有两个女儿，那贝贝过去再怎么着也只是儿媳妇儿啊。是啊，你看哈，我和你妈，你儿子，我们对你跟亲儿子一样吧，是吧？所以啊，还是由我们俩照顾你们最合适。哎。懂了，你们的意思是，咱们住在一起，通透。那我爸妈怎么办？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呗。嗯，不是还有你二姐呢吗？先生几位？一位。这边请。这边。谢谢。菜单。服务员。啊，您选好了吗？啊，这么巧。你好。这个。还有这个。好的，一碗米饭。您呢？这个，一碗米饭。好的，谢谢。您的木须肉、红烧狮子头，还有麻辣豆腐。啊，抱歉，我打扰一下。那个麻辣豆腐和那个丸子应该是我的吧？啊。您的菜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锅炒出来的。你好，请问还有位置吗？啊，您好，稍等一下。打扰一下，先生女士，能不能拼个桌？现在客人挺多的。啊，我无所谓。好啊。那我帮您拿菜。这边请。咱们俩这菜点的也太逗了吧。你经常来这边啊？啊，没有，我刚搬过来住，所以今天是第一次来。我也刚搬出来，你搬出来一个人住了？嗯。上次在你们家，我感觉你是一个很重视家庭的人，有点意外。你都去过我们家了，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那我搬出来也是情理之中吧？并不是每个家庭都很和睦的，有的时候为他们付出的特别多。不见得领情，哎呀，反正自己住挺好的。同意。怎么着？有些父母只为孩子活，可孩子必须得按照他们的方式做，稍微不如他们的意，孩子自己就会先内疚。这种压在身上的爱，分量太重了。所以，你出来是为了松松绑。这几个菜都挺好吃。慢走，看一下。
拜拜。走了。你有事儿吗？我没事儿啊。那你为什么从饭店一直跟到这儿？我自己都很奇怪，我为什么一直跟你？但我确实是回家。你住这儿？对，专家公寓二号楼七零幺。我住二号楼七零二。真的呀？合着弄了半天我们是邻居啊？是对门儿。针线吗？借我一下。怎么了？哦，我这大衣开线了，这儿。进来吧。哦，没事，你把针线拿给我就好了。快进来吧。哦。你这些工具，感觉马上要做手术了。你拿这个缝衣服啊？嗯，能行吗？这个叫垂直内翻缝合法。好专业啊！做手术不能有一丝的闪失，所以平时要多练手。拿缝衣服练手啊？当然不是，在放大镜下缝葡萄皮。葡萄皮？嗯。哦，那这算是你们外科医生的独门绝活吧？还有呢？缝鸡翅的血管，鸡蛋的内膜，缝合香蕉皮恢复原状，这些都是外科医生的基本功。但是这些比起缝血管都容易太多了，因为缝血管绝不允许失败。我听着就觉得好难啊，真是佩服你们。试试看怎么样？哦，谢谢啊。举手之劳，不用客气。你家怎么还有这些呀？啊，这也是我平时练手做的。你做的？嗯。你做的这么好啊？我送你。这都不好意思啊。反正就是住对门，也没多远。好。宝，嗯，过两天咱们就是装修队到家里来看看啊。找装修队干嘛呀？敲墙啊！回头啊，等咱们这俩卧室一打通了，你跟贝贝的婚房就算是有了。爸，嗯，这事儿不急啊。找装修队之前不得找个设计师什么的？找什么设计师啊？
我跟你说，倒退十年就敲墙这点活，你爸我一人就干了，信不信？真。喂，啊，你们出发了？行行行，那我们先得出发啊，一会儿见。爸妈，走。穿衣服。去哪儿啊？甭管了，穿好看点，正式点。儿子给你们个意外之喜。好吧，这儿不错了。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坐会儿。就你刚才说，这都是美式建筑。没事，全是美式建筑。哦，哎，好了，哎，快快快，给进去。哎呦呦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哎，好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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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好。哎，这环境真好啊。哎呦，这小子，这是请的笑话。孝顺。宝啊，我们今天算是知道你这个意外之喜了。可是这不是一个新的小区吗？爸，这里头有说道哦，你让李叔跟你说道说道。哦，对，我跟你说，老乖啊，这你就不懂了。现在这个最流行的休闲方式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逛楼盘。逛楼盘？这楼盘有什么好逛的？是啊，你看哈，现在这个开发商开发的这个楼盘哈，它这绿化呀都越做越好。是，那可比逛公园好多了，而且这开发商呢还免费的给咱提供一顿下午茶，哇哦，比逛公园好，比这近郊旅游实惠多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呀，中老年人都像咱这样，免费的来这儿逛他一下午，就是啊，你看咱这吃吃喝喝，看看房子，这比出去旅游还开心呢。嘿嘿，你瞧瞧，这亲家两口子脑子就是活泛啊！你就是旅游，你不是还得花钱？那可不是，逛公园还得买门票呢，不是？对呀，爸，要不咱们逛起来？走着，逛起来，哎，走着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行，好，走，咱往那边走。哎，谢谢，行行行，好嘞，哎，那边怎么还是？不是，不错，还是宝会疼人，体贴咱们啊，这带咱们出来散心踏青来了。我看你儿子的事儿没那么简单。阿姨，您也看到了，咱这儿的房子呀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绿化和景观做得特别好。是是是。爸，你看这挨家挨户啊，只要一推开窗户，直接就是公园，天然氧吧，不错吧？是是是。要我说啊，就可着这几栋楼，就属这栋楼，那应该说是景观房啊。哦，视野真好。是不错。嗯，要不说您这眼光准呢，太厉害了。哎呦，亲家，我不谦虚的说啊，只要您让我挑东西，我先不问价钱，就我这眼睛这么一扫，一准把那最好的给您捡出来。你学学。那当然，你瞧瞧，你这老关，你这眼光就是稳准狠。我真得跟你好好学学，我要跟你学对了，我准能发财。爸，我觉得这儿啊真挺适合养老，您觉得呢？那当然好了啊，您这儿树多人少，绿化率高，氧气还足啊。亲家，养生四要都说了啊，心肠清净则神安，是吧？是是是。哎，小伙子，不好意思，那个下午茶什么时候？哦，这边。你看，不听就都忘了。来来，走走走走走，来，亲家，来来来，走。都到相亲角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？你有事不来了？你也别不来，你这事你不早跟我说呀？哎哎，啊啊，行行行，那你先忙，行，那我就挂了啊。嗨，我来啦。嗨嗨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你们好，我来啦。哎，你们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跟你儿子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什么意思？我没有意思，我没头没脑的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枉费我为你儿子替我女儿推了好几个好青年，结果怎么样？连点动静都没有啊！不是，你们听我说啊，就是你们女方的资料啊，真的特别多。我呢，是以一当十，或者我以一当百啊，这得按照顺序来啊，是吧？是的，你还好意思说呀？把儿子捧上天，拿一堆资料，一个姑娘不联系，什么意思？这不耍人玩呢吗？没，就是。你们听好，我徐秀兰绝对不会耍人，就是你们递给我的资料，我都原原本本的就交给我儿子了，真的是这样。哎。
我们这儿所有的女孩，你儿子一个中意的都没有。不是不中意啊，不是不中意，我都给你们介绍过了，我儿子是医生，你们知道三甲医院，不是，听我说，三甲医院的人啊，看病人特别多，他们特别忙，上午门诊，下午手术，晚上还接着手术，没办法，我真的非常抱歉。这样，等过一阵子，还过一阵子，你以为你儿子是谁呀？啊，让我姑娘等着他呀，没有门。不是，哎，你家那么挑，我看最后啊，你能娶一个什么样的儿媳妇儿？就是，这么挑，什么样的儿媳？找什么找啊？